太简单了。哎，我跟你说，我这个如果没演好的话，嗯，是很正常的。来吧，我这个特别简单。王司长，司长可以可以，回头了，来，开始表演，可以了吧？嗯。啊，行了啊，就这意思。嗯 ，OK OK。走你。你看看。这个很明显了吗？已经啊，你看看，撩撩，那跳蒙古舞。嗯，好的，行了，这个很好拍的，大哥你一定要演出我们这个劲儿来啊！你干嘛呢？你怎么那么不正经？这个人，你看看这个人多不正经！你看这干嘛呢？抽筋了。可能我有点傻吧，我感受不到他是什么意思。这个是，我们前面导演，导演，我们就是这样的。喜欢你是吧？类似，快了，快到了，害羞了。对，害羞了，三个字儿，害羞了。但他一直看着我，我觉得对他老是这种，跟你就是你们害羞，挺好理解的。跟你害羞应该不敢看嘛，因为他没有经历过害羞是什么样子。哦。